谢谢。谢谢。哎，姐姐姐姐，这是什么状况啊？这店面还有仓库还我们就好，你别问这么多了。苏老板，哎呦呦呦呦呦，恭喜你啊！夫人也来打工了，我已经报告马长官，你财产家业全数原封不动都归还给你了。我们马长官，这功过一定是分明的，如果有任何短缺的话，你尽管跟我说，我涂瑞我负责啊。谢谢，谢谢你。现在时间紧迫，我按照夫人的指示上山抓人。好，不跟你多聊了啊，走。慢走啊，慢走，慢走。哎呦，想不到都回来了，都回来，都回来了。学长，都回来了。哎，主任刚刚说要抓人，是去抓谁呀？谁那么大胆，敢跟马长官作对？啊？这仓库跟地面还我们就好。你问这么多要干什么？哎，对对对对，我问那么多，要干嘛呀？台英，主任要抓的人是台英。全智，我问你，是你跟主任说台英在什么地方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没有老实说，我跟他们说台英大概在哪里，他人也不一定在那里啊，他们说不定抓不到。哎呦，房子还我们就好了。算你狠了，你真是，你动手啊！打！我这样做是为了什么？我还不是为了你，为了我们的家。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死台英的？
冷静点，不要冲动。走。凯英，可能我们这次必须要分离，还有他们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在这。要说我们一块走，这傻什么？你就站出去，蒋师长跟蒋夫人也会被人家这么看待。听我话，去站好。是大哥，在哪儿？快给我追！追！快！我哥来救我们的，走走。去引开警察，不就是为了不想让你被他们抓住吗？而且他们现在还在搜身，如果你现在出去的话，不是自投罗网吗？万一台上哥已经逃出去了，你却被他们抓住了，那台上哥的苦心不就白费了吗？他们还在搜身。对啊，走，再不安全。
我相信一定没事。 再也见不到你了。 我们就留在山上好不好？傻丫头，你吃不了这个苦，我们也没有办法一辈子逃避下去。让我下山，我去找一下我大哥。太医，要走我们一起走好不好？ 你再不出来投降的话，我就把你哥哥杀了！赶快出来自首！太医，我求求你，不要走！我哥这么对我，你也看到了。现在我能够救他一条命，你应该替我开心才对。
不要离开我！不要离开我！ 什么？被打死的是苏台英的哥哥，他叫苏台昌，在日军还立过战功呢。他是个疯子，打死个疯子有什么用啊？你怎么办事的？医生集会的事情给你们办成这个样子，还捅出一条人命，会不会办事啊？长官，你放心，我们会继续调查肃清，相关分子，将他们一网打尽。那苏台英呢？ 我就不相信医生集会会跟他没关系。哥，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呢？你太委屈了。过去的事不要再说了。做哥哥的保护弟弟，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 快写！行啊，好了，交给我。是，总座。您坐，您坐。苏医生，这审讯呢是一种折磨。你这个身子受得了吗？ 你不要再反抗了，再反抗没意义的。我不是汉奸。哎，干什么？啊，不当汉奸也可以。
但你要配合我们的工作，写出几个有反动思想或者言论的医生名单。你能想到哪些符合条件的，都写下来，这样我也好交差啊。快写！啊，不用写，不用写，直接告诉我，我是医生，我们只懂得救人。你们连老医师院长都抓？不行，你可以问他，他一个老人家连什么叫反动思想，什么叫反动言论都不知道。住嘴！不准对总座无礼。思想，你不写就没希望了。你现在可是尼普斯国将，死神难保了，你自己好好想清楚了。妈，大哥回来了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我的儿子都能从枪林弹雨的战场里，他能平安回来。他从那么远的地方回到台湾，他被枪打死，被枪打死。海昌啊，妈从小把你养到那么大，现在却只剩下一些骨灰在妈妈面前，你连最后一面都没让我看，妈妈怎么受得了？妈妈怎么受得了？妈，我会让大哥白死的。阿姐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报仇。你一个人怎么可能？你下去送死吗？难道就这样算了吗？阿姐，你要知道，台英哥的命还在他们手上。怕你受伤的伤口会发炎，帮你打一针消炎针。你是在哪里受伤的？徐子，太伤他。阿彪，我已经决定要带我欧豆嫂妈回去日本了。苏家的事情，我真的不想要再听了。这次的事情不一样。太昌他，太昌他死了，太英也被人抓了。太昌他死了？水之，阿贵啊，哎呦，我说啊，你真是够聪明的，留一些货，让外面的人没收，重要的货物啊，都藏在这里。还有啊，瑞芳库房啊，别人也不知道，真能干，我真的嫁对夫婿了。水之，难道你真的
一点都不会觉得良心不安吗？我哪知道台昌也在那里啊？哎呦，再说啊，你对你大嫂一家已经很好了。你看台姐，哎，她还不是写那么难看的文章来说我们书记洋行，她根本就不担心我们会被抄家。台昌已经死了。他命不好。太英现在也被抓走了。报应啦。报应。不是不报，只是时机未到。我真的要奉劝你。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以后不要再做了。学子，快点，你快跟台昌说，说他这样对待你，你不怪他。他是因为怕拖累你，他也知道你心里喜欢的是台英，他想成全你，所以什么苦他都自己吞下去。他会离家出走，是因为他心痛。对不起你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为什么这么傻？你怎么这么傻？我们都被台昌给骗了。你还肯来？这表示你的心里还有我们苏家。台昌为了这个家，为了台英，为了你，他情愿不要他的命。雪子，伯母拜托你，你一定要原谅台昌啊！也希望你能完成他的心愿，留在台湾给苏家当媳妇，跟我一起担起这个家的责任。去啊，叠好。哎呀，你动作快点，动作快一点，后面还很多呢，小心点啊。哎呦，小小，哎，大嫂，嘿，你怎么来了？来来来，里面坐啊。学子，带大嫂进来啊。不用了，桑家不用进门，免得坏了你的生意。哎，学子。雪芝，拿椅子出来给大嫂坐。拿椅子来了。大嫂，是这样子的，我刚好在整理仓库，我本来还打算明天一大早去家里跟台昌上个香。不用了啦，台昌的事情我也没对外声张。
我今天来是有一件事要拜托你，这件事也只能拜托你，拜托了。哎，大嫂，大嫂，大嫂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这是干嘛啊？我这两天像过了几年一样，太昌走了，太英也被抓了，我们苏家，我们苏家。阿贵说我要去找过阿彪，但是他也没办法，你关系比较好，你可不可以想个办法救太英？哎呀，大嫂，这件事呢，不是我不愿意不帮你忙，而是我真的没有这个能力。你看看，我这个洋行，上面说封就给封了，找谁说情都没有用啊！哎，我现在确实是自身难保啊。家的台姐不是很能干，你叫她去写一篇文章，叫对方放人呢？你说完了没有啊？乱说话！进去了，进去，听到没有？大嫂，女人家不懂事。主任，主任，你好啊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大嫂，我有客人来了，你先等我一下。哎，主任，主任好，主任好，主任好，老板你好啊，主任好。干嘛这么紧张呢？放轻松一点嘛，啊？你看这整仓库的货，还有你整个家业失而复得的感觉怎么样啊？很好，啊，很好啊，主任，多亏了主任啊。来，主任。您对我的大恩大德，我苏庆贵这辈子永远忘不了啊！来来来，小姨子，小姨子，小姨子啊，收下来。干嘛这么客气啊？对不对？我们是自己人嘛，是不是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啊！是是是，主任啊，谢谢谢谢。恭喜两位啊，通过忠诚的考核。以后我们就是自己人，要多多合作，啊，要、啊，一定要合作，啊，来来来，谢谢谢谢主任，谢谢主任。小叔，不好意思打搅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学子，我们走吧。哎，大嫂，你才刚到怎么会？我的，哎，这不是学子姑娘吗？听说你那傻丈夫死了，闻君心寡，风韵万千，这句话真的是不错啊。不好意思，请您自重。哎，主任，那你先到里头坐一下，我送我大嫂回家好不好？好，哎，来来，大嫂，走了走了，哎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哎，大嫂，你说的那件事再让我想想，我看看我能怎么出面。抱歉了啊，小叔，我了解你的立场了，是我很抱歉。哎呀，行行行，别，我先走了。哦，慢走，走，慢走，慢走啊！苏老板，有，主任，学子和你大嫂来找你什么事啊？小姐，你醒了。刘嫂，我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小姐，你忘了前两天你满身是血，淋着雨回来，嘴上说什么让夫人救苏医生，然后你就晕倒了，发高烧，已经昏迷两天了，急死夫人了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别说人住不习惯，地方不对，花都活不长。
求求你救救太英好不好？你背着我离家出走，跟男人私奔，这些飞短流长传得有多难听啊！那些太太谈起来，我连枪都不敢搭，就怕听到自己不想听的。那现在不是在讨论我们母女之间的事情？太英他哥哥死了，马上想抓住他不放，可是爸爸已经调走了。现在唯一可以救他的人就是你了，妈，我求求你，你救救他好不好？啊，你胡说什么你？我真是白养你了，开一口太阴，闭口太阴，为了一个苏太阴，你自己脸面都不要了，现在连爸妈都不理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休想跟他在一起。妈，你是救他还是不救他？你不救他，我照样可以救。小文，阿彪，我这个月领了一些津贴，帮你买了糯米、黑糖、红枣，让你滋补一下身体。人死不能再复生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。这些你拿进去吧。你这是真心的吗？外面的人都在说是你带人上山的。学子，别人怀疑我，我不在乎。我在你眼里是这种人吗？你怎么可以不相信我呢？你如果没有，为什么大家都这样说？阿彪，我问你，是不是你带人到山上去抓太阴，又开枪打死太昌哥？好，问你，就算这件事情是真的，我的身份，我的工作，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对？我是警察。你实在是太过分了。台姐。高老师，我已经好几天没有看到宗亮了。他昨天约了我，可是人到现在还没有来。他不在台北吗？他前几天回基隆的时候有来找我，说读书会被盯上了，叫我要小心一点。现在整个局势都变得非常的诡异，很多人被叫去问话就没有回来。我担心宗亮他，你帮我去问一问吧。那边，阿姐，阿姐，佳姐，这边呢。何老师，宗亮的事情我会去打听，我朋友找我，我先过去了。嗯，好。怎么了？阿亮，阿亮被抓走了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就走开！走开！我，快走啊！放开我！你
凭什么抓我？凭什么抓你？把电话给我爸，把电话给我抓你！小兔崽子，小兔崽子！阿亮，阿亮，有没有人在啊？阿亮，阿亮，开门！阿亮，有人在吗？阿亮，阿亮，阿亮。爱的酒